年快乐呀，小白。你要是过年那几天没事儿，跟我去爱静家。你去看妹妹，我去看姐姐，顺便拜访一下咱们未来的岳父大人。何乐而不为呢？不去。为什么不去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必须好好把握机会，哄哄爱情，缓和缓和关系，把你的心掏出来，让他看看你的一片痴情啊。你还有没有别的事儿了？没别的事儿，我挂了。哎，有有有有，等一下。那你不去就不去吧。那个，车借我。你要干嘛呀？我要带爱静去个浪漫地儿，把我的心掏出来给他看看。啊，你掏吧掏吧，明天自己来我家拿。去，到人家姑娘家拜年，多好的机会，怎么就不去了呢？不行，我一定想办法。哟，嗨，小家伙，伍佰，我来拿车钥匙了，伍佰。嗨，怎么了？谢了。耶，小哲，哎，欢迎你来了，外公好。以后你常来啊。好嘞，外公，我上去了。哈哈哈。那外公我先走了。哎，小郑。哎，爱姨的地址一定有吧？有啊。哎，发一个给我。收到。左前方30米有公交车即将开过，右后方80米有外卖小车一辆，3秒后绿灯亮起，老人经过请让行。谢谢配合，老人经过请让行。谢谢配合。哎，老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您这个不能带进商场。为什么？我们商场有规定。哪儿写着的？这边您看一下。哦，这它不是宠物。那他是，跟这一样，充电宝。对，就是大了一点，大型充电宝。对。哦，那欢迎光临，您购物愉快。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走了啊。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我想看看你的金镯子。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季度的最新款式，特别受欢迎。哦，哎，我看看那个。哎，是给您夫人挑礼物吗？不，给我孙媳妇见面礼。哦，那我冒昧的问一下，您孙媳妇多大年纪啊？20多岁吧。哦，如果是年轻女士的话，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款式。是吗？那他们会喜欢什么款式啊？现在的年轻女孩都喜欢追求特殊性，像我们家的这个串珠啊，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自行搭配。像这边有粉水晶、玛瑙石、琉璃珠，还有今年特别流行的金珠子。哈哈，是啊。很好，哎，你给我串一条啊。好，您稍等。好。哇，好漂亮啊。哈哈，多少钱？稍等，您这些加起来一共的话呢是5690元，您看你怎么支付。没问题。对不起，不是没有钱，我把我的钱包落在家里了。没事，我们也支持电子支付。电子支付？就是您可以使用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。不走。已出示二维码。
扫码成功。您好，已经支付成功了。好好，请稍等，我给您打包。好好好。嘿嘿嘿，不错啊。消费5690元。哎，买单。好嘞，您怎么付款？哎，小蛋，小蛋。好好好好。支付成功。好了，支付成功。消费2730元。哎，这我都要了。小蛋，小蛋。啊。支付成功。哎，小蛋，小蛋。支付成功。哎呀，你说一高兴就买多了，这是什么哪只爱情家呢？正在捕捉爱情家地址，请问是否需要导航啊？导航啊，当然要了，可总得先有个家车嘛。正在为您呼叫刘师傅，目的地爱情家。哎呀，好家伙，带你出来还真带对了。这不是爱情家吗？哎呀，原来您是爱情的朋友啊，还让您特地跑一趟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这边没事没事，我这外孙呐，他个性很内向，又不会说话，而且办事啊不周到。哦，你看我呢就备了一点小礼物，算是热门。哎呦，这么多还是小礼物啊，您是太客气了。没事没事。哎，这位是你的，是哪位叔叔啊？是吧？不是我，我不是他们家亲戚，我是过来相亲的。来相亲的？那跟我小白一样啊！啊，我们一起聊，一起相。不是，我这还是第一次看见这群面，这还带着这。不，他不是人，不用面啊。看爱情去哪儿了？他跑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你找来的人，你自己搞定。对了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35岁。35岁，哟，那你比我们小白大了整整10年代。啊，也不算多吧。不算多，当然了，你现在已经不是青年了，那也算是壮年，对吧？哦，对了，你身体还好吗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据专家调查显示，35岁以上男士患有慢性疾病的风险将提高至20.9%。呦，哎呀，那你得小心健康啊，做多点运动啊。哎，健康。哎，这，那。广告说了啊，你们这快40岁的人呢，喝这个特别有用。来来啊，不，我还不用补呢，不需要。叔叔给你的，就拿去吧。来，谢叔。啊，对了，你做什么工作的？哦，我自己开公司。哎呦，那这是青年才俊呐！哎，你说我们小白就不行了。不过呢，他这一心一意只会扑在这个机器人身上。不过啊。这一点呢，跟爱情倒是志趣相投啊。哎，对了，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也不算多，年薪100万吧。在上海有2套房子，都是全款买的。哎呦，那不错啊！年轻人没有房子的负担，那生活压力会减轻很多的。对，所以我呢就打算一套房子留作婚房，另一套房子呢就给岳父住。啊，我爸妈都有自己的房子。哎呀，好，好，山东人的传统美德在你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孝顺。谢谢哥。哎，你没说啊？我来你家里的路上啊，我看见这附近的很有老上海的气息。是。那只要小白跟我的孙媳妇喜欢的话呢，我可以在这里啊，买一栋老洋房。哟，哎呀，老洋房在上海。
可是稀有的很呐。哎呀，我的外孙也是很稀有的，只要他跟我的孙媳妇喜欢的话，我也舍得呀。哎呀，好，哎叔，我再给您添上一点。够了，来，谢谢。哎呀，你喝水啊？啊，水好喝，水好喝。您啊，以后就多来转转，多来家里坐一坐。一定一定，我们两家人呐、一定要亲上加亲啊。这个，咱们真做不了主，得看两个孩子的意愿。大姐。哎，外公。啊，两人呢要好好的，不许吵架，知道吗？啊，嗯，好吧，有很多机会啊。对了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好，那您慢走，我就不送了。小白，好好照顾外公啊。慢走啊，外公。再见啊，叔，再见，再见啊，拜拜。别看了，外公，你怎么上爱情家来了？就因为我看你们不太顺利，来帮你的。还是外公疼我。不是我吹牛啊，你哥哥韩商言，要不是我跟他们佟家关系好，他能和年年有进展？外公最厉害。你外公这次的助攻啊，简直是完美呀、啊！那我们回去吧，外公。哎，别去啊！难得出来逛，哎，你带我去你们俱乐部看看。您还不累啊？我不累呀、啊，我一觉想看看你跟你哥哥搞那个俱乐部是什么样子的。行，那走吧。来，珊珊。